位于多伦多 Scarborough 中心地带，这是 Scarborough 城市生活的新标杆。目前精致一房奢华两房正在热销，详情咨询416-864-8574，或登录 ksquarecondo.com。 同一世界，爱心五届520在线慈善汇演汇聚了郎朗、大山等家中两国众多著名艺术团体和表演艺术工作者，他们以精彩的器乐、歌曲和魔术表演为奋战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人员送上关爱和祝福。除了文艺节目之外，汇演还以专题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坚守一线抗疫工作者的生动故事。我们知道加拿大这边实际上前线的一线的这些工作者，他们受到感染的程度、受到伤害程度是最大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要举办这样的慈善的汇演呢，是向一线的工作者、前线工作者向他们进行致敬啊。第二个呢，希望呢在这个时候呢，把我们为加拿大社会所做出抗疫的这个成果能够向主流社会展现出来。这次汇演主创人员发挥创新精神，让华社能在全球首次成功的以全英文的形式在线举办大型慈善汇演视频节目，当晚在 YouTube、Facebook 和 Bilibili 三个平台同时直播，加中两地在线观看的观众超过万人。这也是算是开创了一个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咱们华社是非常团结、非常齐心的啊。加拿大的是个多元文化社会，但是我们要避免一种叫做马赛克。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形式的活动呢，能打破这个界限，能够叫我们的华裔的社区更多的和主流和整个加拿大的社会融入到一起。这个活动得到了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的支持和参与。整个在线慈善汇演目前已经上传到 YouTube 长期保存，供人们随时查阅浏览。凤凰卫视滕中琴多伦多报道。